Do it. Ah, 刚拍完。 上头了，听这个。 现在只想 emo， 非常有感觉这个。 Mickey的高能一级。 他们两个同一天发歌挺搞笑的，那评论也很搞笑，一个是。 我 emo 了，给我笑，在奇葩的听呢。谢谢锦鲤鳌，这高能一级。 薄荷海洋苏打高能，谢老板。每次听完刚才那首，然后再听这首，感觉挺合适的。 看一下我剩几个小时，我忘记了。
就内向敏感甚至免疫上的高能预警。补不完啊，我操，我今天播完也差十个小时 fuck。 这三个播完还要差十个，烂掉了。让我发育的节奏会严重影响。本来我22号打完直接回来混君主公爵，想得很美好。虎牙只能播英雄联盟，播不了模式。为什么我游戏一出来突然或者我到时候直播英雄联盟见面。不是不行。Boy, I got you.还好秒，不太好赢。为什么这首不是999啊？很奇怪。You all I'm
苦力，几个月前跟着兄弟有仇，现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这一句怎么唱的，听一遍。有 bug 的 Q 音乐，直接给我切了，晦气。没说那个转音，我说那个 How am I 什么什么什么那一句。要不来首领悟，要不哎我操，太经典了。这个傻逼只要一我以为我会哭我就想笑，我确实蹦不住。又秒，一天秒十几二十次。感觉来了，哦，欲喷又没喷。被拉扯，
有鼻炎是这样，习惯。莫名其妙就打喷嚏。我们下次又卡 bug。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为什么这些人都完全无视我去骗别人放野，就他妈硬来折磨，往那走一点又没有。
的配合出问题了。砍死杀不掉了，杀不掉也太可惜了。说可惜他死的，我卖太深，早点走就好。没摸眼走，摸走了就赢。好菜，我这瞎子，差点没完。这本地人暴杀呀！太摆了有点。吃个炮子。怎么没弹到呀？傻逼游戏！我把买这个摆烂，已经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被抓了就不太想玩，直接开摆。
不死，死个不提前大，血都回满了，可惜没开麦跟呢。后来收尸还行，没啥问题。牛逼！把那个防御塔重置。直接被秒，挑战了生命的极限。多少沾点我这个。完全 Q 不到本命，好难玩。轰！牛逼！帅！那厉害呀、啊！启动，银杏牛头。
파괴되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적에게다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Q 过去好像被咬死，恶霸。哎，舒服。买这玩意没一个塔，尴尬。女警的逃跑路线有点屌，当着我们机器人在冲。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
算留个闪打团好了，后悔了。你找狙击枪人没了。吃完肯定要死。OK， 突出一个没用，期待吧，待不了，证明一下我还是有点存在感。我给你们先贴个膜。帅哦，一枪八波，
中一枪，哥哥，还行。一，幺，我操，兄弟真敢勾啊！不要了，牛啊！这人，拆过去一点反应没有，兄弟们已经死完了。哎，还能守。去哪？去哪？下了个闪。哇，好能打。勾了个爹过来，直接被一波。只能说被抓了直接摆，打中本地局两波线就要放野，不然直接死，每次都三波了。
等外卖。怎么？干嘛？我白金二。我乱谁？看我上把战绩。啊，我真不知道吃。饿了，很饿现在。地食堂，这个点宵夜肯定没有的。飞机炸弹钻二还可以。胜率已经摆烂了。
谢谢。又是尖尖，我咋想洗脑循环 ？Can control myself。上头。一般我听歌也就几首歌轮着听，就某个时间段只听几首歌，差不多是。听吐，就是很多都听吐了，说白了，可能有几首新鲜的没听。今天也要好心送高你。这是越南人吗？恶心一样的阿飞的杰斯很菜的，对啊，记了一点。这个，这个就是新迪迦。不知道啊，阿飞打排位就我喜欢玩别的位置，习惯了。这个，哎，还有玩南刀打野的傻逼。因为野都刷不动，怎么刷得动啊？
打太慢了。啾啾啾啾啾啾，날맡겠다고너그만하겠다고有点挨揍，这个最垃圾的初装。我喜欢你这两个表情。为什么？我在看我想听啥歌。小兵的这个他这难道三组乐舞？我不能放进。
还有伞，没办法，我两级不能找他打，就怕被约，来就死。早跟他干起来了，得个经看到了，没办法呀，走不了了，至少我现小赚，真的小赚，这样就很亏了。哎，亏不了多少，还行，没办法呀。这黑暗封印有点太蠢，我换个多兰剑应该一次死不了，多少沾点，不可能再出黑暗封印。不知道，신속하고무자비하게이제는누구의지시가없지않아절대자주야지제압되었습니다악을당했습니다没办法呀，阿飞能走，阿飞甚至想反杀，扎克怎么这么可惜呀、啊？只能说我太贪了，飞机伞，还有大招我忘记了，这英雄为什么还能玩起来啊？只能说打野接皮，打野接皮，没有，他这刀不纯，妈上了不知道多少波血，疯狂吸血。阿飞又要被越了，行不行啊？
没办法呀，不许排演。我操，真的是只排演。저기리차날뛰고있습니다아군이타겠습니다没办法，只能说没办法。因为你是卡玛，因为我们打野是坨屎的。发了信号了，阿肥，踩一下呀，好可惜！我操，这变成屎，对面没想到你，好厉害！我操，我操，哇，给我看昏了，牛！泰隆没闪，这也太猛了，能赢不？哎，可以，阿肥还是值得信赖的。我踢不了下，我很难受，不然我早帮你抓他了。这是本地 EZ 吧？是吗？那就这波融入本地。快跑，阿飞！这上路又 miss。发了信号，走了进去。飞机不是送了？真的假的？这样子越塔，没办法，没啥办法，我也很绝望，我直接买肉装了，太脆了，应该先买中亚的，我傻逼了，我可以踢兵了，我告诉你。哎，行，你们下塔没爆啊，尽力了。怎么进来？怎么进来？踢后面了吗？那也太爽了，受不了也没办法。这 AD 是不是全技能 ？OK， 走不了了，给了。
谁干嘛？算了，我怂了。梅哥刚才想动手的，知道就死了。这我没血，动不了手。哎，他装逼，看他压不压着我，压着我就干他了。得稳呢。要买中药，太容易死了。飞机也能出来啊，我来。哎，吓我一跳，我操，笑死，差点人没了。阿飞倒了，我操，我太团队了，我记了。行，你妈的，为了救这头死，我操，我死了。没事，我这不转个闪，他现在闪现不值500块。搞个表。好啊，肥吧。这 AD 买银血什么意思？谁破给他呀？啊？啊？真的假的？直接秒了，破给我。完了，打死。我守不了啊。我打不过他，他太猛了。干他，给他脸了，这不给我直接冲，兄弟们，还好有个表，这不扭转了战局，留下 AQ AW， 可惜。这野怪不吃完能走的、啊、哎呀，尴尬了，开中就行了，还要走。
你要吃上限留给我吃不行，想杀你啊。50秒，这人没闪，我真是。哇，牛啊！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能卖，我有中亚。我也在打大龙嘛，好痛啊！我被这什么东西打没血了，中压按慢了，这妈被打直接按就完了，一秒就没血了。哎，怎么被偷了？阿肥，阿肥，哇，吸好多血啊！这锤是交了个死亡闪，好像不确定。裂开了，我也来，我也搞起来，我也搞起来，给我猪哎，给我猪哎，给我猪哎，这多难受啊！来呀，兄弟们！去不了啊，啥都吃不了。我不知道啊，我没见过这种服装。怎么玩啊？差四波。哎，这什么装备啊？太变态了。没事干，又被偷了，好恶心啊！难道什么傻逼英雄啊？不是我进去，我一秒就死了，他们这个伤害，我也进不去，环境很差，是吧？被发现了，快跑！为什么石头人没了？谁吃了？看你逮着飞给。没大，我也打不过他。没大吗？还好我没挂到点燃。应该那 CD 点满了，我操！别带了，阿飞，赢不了，锤他！哎呀，锤还没锤到，被拉扯了！哎呀，我操，这都赢了，给我看傻了。不知道，很难玩现在。
现在都是一摸我就半血，不知道怎么操作。这逼就这样搞，拿他没办法，很烦你知道吗？哎，没事，我推上了，那边开花确实没大，难道怎么阿飞死了？记了，在干什么？这么摆，好菜啊！啥也干不了，我也要去玩难道了，你妈太爽了，死掉了呀，大好了，你已经死了，哎，你走了，还摆了，根本不想动了。没中亚，我这不，我有点怕，你小心点，别去了别去了，跟着阿飞，这飞机什么装备啊，为什么一个比一个抽象啊，他那两件就有伤害的，法餐拉满，这波得接了呀，兄弟们有没有人敢探草，我被发现了，再不去龙没了，怎么说，死了一个了，得跳了吧，跳完了龙没了，打不了当，好恶心啊，这玩的大龙应该有视野，这边一点都不急，玩不了呀，波波有大招一碰就碎，没时间打输出的嘛，一秒就要跑，还是那种甩手类的厉害一些，打那种笨的好用。下次见面直接大吧，不大好像没机会大了，一秒就没血。哎呀好恶心啊，难道说好的虚弱呢，怎么还是这么猛啊，被掏晕了，顶不住了，阿飞，阿飞急了，阿飞被秒了，走上路吧，他这三十秒一个大大谁谁死，我都不知道怎么玩，哎我急了，我给他打恶心了，我应该他表的时候我也表，大家一起无敌，然后我一个 Q 把他弄死，不知道啊，把他宰了就舒服了，1000块，可惜好难玩，这英雄打团打的用这阵，主要这难道太恶心，丑败失败了，
蓝也不让蓝，红也不让蓝。现在好像要出压厉害一点，加强了我记得。兄弟有复活甲了，准备。我来了，玩不了。嘿嘿嘿，五杀了，G， 下把我搬蓝刀，我受不了，这傻逼英雄一辈子别出现在我游戏里。顶不住了，太能杀了，不知道怎么玩。不是你以前玩阿卡丽什么一先手 poke 一下烟雾弹拉扯一下，这玩意儿看见你就没血了，傻逼真的是，一个 QR 就人要死。电竞关有个屁用，不一样要死。那玩不玩？白金二啊呗，什么意思啊？这么慢，搞完了。谢谢帕米拉 CCC 送的灯牌，谢老我不知道啊，还是说我段位跟你差太多了？哎，我也在更新。对啊，我掉白金山了。我也要更新一下，更新完试一下。有可能。应该是掉段了，记了。最卑微的梦，试一下，还行啊。哎，能玩能玩，对，白金三个能。
就让我不恨成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附庸。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会的。HONAS 是谁来着？我操 ，Web 三上把吃我分，我想起来了。不对呀、啊，不是你啊，这 ID 怎么这么像啊？我怎么记得排了个跟你很像的 ？KONAS， 哦，你是 HONAS。搞错了，哎，前缀不一样。我说怎么感觉很熟悉这 ID？ 我就说 Wipe 三应该没那么菜。虽然他赢了我分，但是我要喷他，嘴还是要硬。朱医生怎么又潜伏进来？朱医生真恶心。所以我的外卖到了，看一眼。何尝不是一种礼物？嘿嘿嘿，咋了？笑什么？有谜语人过来笑一下，恶心人，傻逼，逼逼逼！真的是有点臭吗？为什么还点斧头啊？太菜了！你点偷钱、啊？嘚嘚嘚嘚，无聊了。
现在有些人明凯甚至是没送的火锅，谢老板。我一无聊我就想看直拍，冲！哎，好几天没看，摆了最近。复习。好，哎呦，红着。哎呦，好久没被咬到啊，我害怕。哎呦，有点难跑的不？为什么都没人看我呢？哎。哎，你看我这房子都完蛋了。好，我现在找两个兵。听歌，听歌，哎，最喜欢的听歌环节。哎呀，好可惜呀、啊，好想带你晋级呀、啊！兄弟们，先吃外卖了。先挂会儿机。吃饭。
Hey, 2015, Freedom Blend. This is Vanita, baby. She got dream.
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觉我狠心能让铁柱变成针，但一不小心能让泥足陷很深。我是不是应该换个第三人称，问问自己其实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原来孤独是伤口，却又不想哭。对啊，哦，幻想来双排布，我 AD 带你，我 AD 贼猛，你辅助那算了，你辅助我开了，来呀。吃了个爽，我操！一回来就有 next level， 秒了，来，秒啊，来，耶、yeah ！爽，兄弟们，不把兄弟们当外人，给你们听听我的打嗝，中气十足。我女警老猛了，我要搬镰刀，我想起来了，这英雄忘不了。打排位怎么这么厉害呀、啊？难道受不了了？倒个水，按着不错 Show me the way to Cosmo Yeah yeah 好听吗鼓掌重新每一个我手里都一个五楼上路可以。到底装备怎么样？只能说，只能说不是很理想。我操！完了，帮我搬个镰刀，快点。可以，还好双排，送你的口罩，你回去的时候要小心哦。没有，乌鸡妈，乌鸡妈。
哦，他倒了。歪了，但没完全歪。我操，水鬼！我操，不想赢！水鬼猛跟你有什么关系？完了，完犊子了！该秒的这把，这把我带闪，不然摸不到人。CD。借还好把这个瞎子的男刀搬了，这两个中野双排的呀，职业哥。妈呀！喂，哎，瞎子再厉害也没难到厉害。他再屌能屌到哪去呢？玩个瞎子，又不会翻墙。我操，来了！怎么回事？快跑！交闪！哎呀，好恶心啊！这种过来打闪，哎呀，打两个闪击了，摆烂了。嘿嘿，记了呀，手点着吧，这把不能让他们赢的，这种一级交两个闪不配赢。哦，哦，上路一波兵二，我记了，我只能说我记了。你最后一把玩水鬼，我操，我真没想到。这叫摆，哎呦，这小兵，怎么没了呀？好灵巧的走位，没让我回到血。
把这种傻狗屏蔽了就完事，又菜又爱叫。走了，很帅兄弟。我说想压他扛两下塔，非常的不理智，但我都不用交替。逮捕！你这是玩什么啊你？啊？敲对，敲切实。挨打呀，洪水晶。这只猴没闪，没什么用。可以，这睁眼就够了。没技能，没技能，干他！越他，给他脸了，就这个。别怕呀，可以。可惜，你不进一赛他必死，我说的。你这种 CD 写水鬼我很少见，说实话。下路已经一打二了，懂不懂啊？哎，这金刚石扛这一下塔很关键。啊？死的这么随意吗？哇，太抽象了，我的队友们。给我看看看看看恶心。你为什么老过来吃我二段 Q 啊？哎，我加无敌血。OK， 那我不交闪了。哎呀，你骗我呀！本来他死了。哦，这都太帅了吧！我操，真的假的？马萨卡是个高手。帮我补是吧？我把他宰了，300块不好。没事，留个闪规避 gank。这个瞎子现在对我没胃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这不到，哎，这不到，我操，好恶心，我不能看他们。懂了。刚打完，刚打完，刚打完，很危险，危险，危险，危险！为什么这猴子打我还是 AP 伤害？没打过我吗？没事，我能走。急了，有斩没？哎，让个头吧，我要卡线，走吧。小的都要吃啊，饥不择食。可以。哇，虚晃两脚。没大、啊、这瞎子。敢呀！感谢漏了14块，可能会成为伏笔。猴呢？爆杀！可以。我操，你这水鬼可以啊！猴呢？你们上路不见了怎么办？不给补啊，急了，走位，走位漏了70块，难受了，想打我了。哦，我操，什么玩意儿，他扫了个分身过来把我击飞了，还有这种事。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很恶心。我还在那扛塔呢，我操，我莫名其妙被击飞了，我没反应过来，给我弄傻了，这不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有这种 combo， 有点厉害，太奇怪了，这样死。打不过，有虚弱的这。干他，我来了，水鬼突袭，我操，这露露不在吗？他怎么一直一个人？
哇，别过来吸我血，好恶心啊，顶不住了，这要踢啊，25块也不吃，有点不好，就差一脚啊，后过了，有点可惜。这猴摆烂，我看出来了。他怎么在摆啊，他操作一下那个神分好了，我杀不掉他，没蓝。撤，一滴蓝都没了。看有没有 TP 偷袭我，没 TP 了，我想想让你试，没贴，没贴，没贴，是吧，装一点，先买贪欲，现在都是出叫什么来着，死亡之舞叫这个啊，记了记了啊！你还来？我操，都有啊！太多了，一个就算了，两个，要不要输的？我看在了。成功，来不了了，没踢啊，看着办吧。敢吃兵啊，啊啊啊，这金克斯1-6哎，记了，有没有，我操，塔皮，我操，两层，我操，战略单好快，忍不了了，干他，这波有大我就点了，记了两个踢，我操，玩不了了，你待着吧，玩不了了，已经输了，这波死亡已经输了，喜欢送没办法呀，
这把谁的问题先分锅，死六次的人全责。哎，我死两次，我一点问题没有，我死两次，我只给他送了把无尽吧，妈回家无尽了，十八分钟怎么玩？十八分钟三件，一杠六的金克斯，你他妈离谱！你后面有没有人啊？我要踢你了，我受不了了！不行啊，他太猛了，斩啥呀你这？哎呀，太抽象了。可惜我的平时他没狂风，你没斩到他就是你的问题。怎么赢啊这把？不知道怎么赢啊。无尽加小火炮了他。无尽加1400。感觉他身上有5000块。哦，勾了个寂寞。我想象中的还有钱一点的，因为他拆了两座战略点。怎么玩啊？阵容也被碾压了，记了，快点点了吧，兄弟们，快点投，快点投，快点投。已经记了，该赢的时候不赢，已经记了。回家复活甲啦！打掉了，打团被碾压，抢到了吗？抢到了，我不点投降。哦，还给他 W 呢。我来，我操，别变羊了， F， 快点跟我们一起打 F， 没用没用，投了，不玩了。傻逼游戏，赢不了，没人点，没人点就送，反正这把赢不了的。他一杠六谁送的第一笔金？等会你自己复盘一下，反正也不是我。哎，这逼不投降，好恶心啊！不投降我就给你抢一块，哎，恶心你！带线去了，你们能守住算你们本事。反正我没闪，一点用没。
TP 了，走了。这没推你们单，那还可以啊，继续守。有飞弹没？最好是没有啊，有我就死了。没事，回上来。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已经炸死了，如果有的话。撤了。完了，我要被包夹了。OK。不敢吃这不，那么我要掏个破剑子下去了。十六级金石，妈耶！感觉要下来了，他们很危险，这里26分钟满装了，呵呵，好消息啊。能不能守住，交给这维克托了，加油加油，你们不可能看见我的吧，来抓我了，来抓我了，来抓我了，哎，猴子不在，我直接跑，瞎子到了是吗？ OK， 试一下自己，没事，我 TP 快接，我守不了，我继续带，我摁带，几个人能守住不？守住，守住游戏。OK， 结束，差不多了。维托怎么死的？没了。被踢了就记了，没办法。那种傻狗，他妈搁这叫，拿他没办法，原谅他，因为他很菜，所以我原谅他，没办法。不会又晋级失败了吧？太惨了，我操！又掉了吗？哦，已经有一个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了，我开了，输了两把。直接跑了，没办法。又，你为什么把要重新上号？
我以为你不行呢。没办法呀，很多这种自己菜人只剩一把嘴在叫的，开心就好。哎，这是不是那卡莎？看一下他是说什么。没有，他加我好友，我看一下，好像是他。加一下，加一下，加一下。39级，不会也是个职业歌吧？真的假的？看会不会讲中文。哦，本地人，那没事了。啊，对对对，让他自己去百度吧。老经典了这个。看他看他什么时候删我，一般就喷一会就删了。来来来，急了，急了加问号。画幅交流了，还行，至少我不用打晋级赛行吗？兄弟把我删掉了，忍不住了，估计翻译完然后直接把我删了。再打一把，再打一把，三点下班了，就看我直拍舒服。帅哥，找机会学一下这首歌，经典一首歌没学完，先学另一首。看什么？什么？我才播两个小时，别急，肯定能照到你啊。啊？
照到你不是很正常吗？就逮着你照。来米布给调整一下你的那个肚子，老经典了。全是你们的老婆，开心就好。赵杰放什么歌？有多土？哎，还搁这赖着，我操，太变态！确实，这个人不见纯恶心。啊、还好，我渣只喜欢东跟右。真的假的？我觉得很有可能赵李杰逛到三点，纯恶心。没办法，东北直拍确实好看。我喜欢看那种我 跳舞看得下去。对呀、啊，那时候我没挂，太吃亏了。非常可惜、啊、一击没有，偶尔听歌而已。跳个屁呀、啊、不会跳。没必要唱完的。
只要后面都是一样的，我就摆烂了。对，我要搬男刀，我又忘了，无所谓，上把跟男刀没关系，搬啥都一样了，我又回到空搬，有傻逼就别赢，这就是这游戏的真谛。这个楼要干嘛？玩炼金辅助吗？我打不了野啊。鸡摆了，你打野吧，反正你失败无所谓，重在参与。我们这练你搞半天这把鸡了，就飞就飞。不知道，挺喜欢听这首歌，我之前听了一段时间。这不得跟你 combo 一下，我压缩，直接快乐风呢。赵以前，怎么这么恶心啊，赵以前？怎么不是自己能不能下播啊，好恶心啊。两只狗你也挂了，你必挂了，只有我是干净的。哎呀，怎么对面阵容又这么好啊，玩不了了。整把一元输了就说明这游戏赢不了，这种玩小炮我不知道后面怎么 A 的，很摆烂。哎，他问你要不要玩维古斯中路，还来得及，还能换。这蒙多又是什么？我操，塞恩，真的假的？对对对对对，鸡，他不想捉来，所以让你去，开心就好。退退退！你们两个逼快给我退，这把赢不了，快点退快点退啊，本地人没跑，记了。 Hey playboy， 哎呀好恶心啊，玩不了啊。你不是辅助啊，你哦，他中吗？我操，吓死我了。
为什么有长剑两红啊？记了。哎，我看着就恶心，这些本地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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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记了，他以为他是辅助。他就是套路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什么？我操，有变态！让他露个兵。可以。本地人啊，冰都不吃了。确实猛啊，死掉了。记了呀。我这把怎么漏了这么多兵啊？哇操，不知道我在玩什么，好恶心。压制自己漏了至少他妈七个兵，晦气。啊、哦！救命啊！玩不了啦，心太乱啦。我操，有大哥。哎，抽了五块钱。这样抓人的。哎呀。收点了，收点了，中路养爹。掉梯！我操！我五分钟三十刀，玩个屁呀、啊！这把烂掉了。
50块有点爽。他这模型这么大，这 Q 能吃到。快跑快跑快跑，救我救我，快走，纯靠偷钱为生啊，打着三眼我偷好多。这踢下我没想到，知道，没事，他跑图，我还不回家吗？他要干什么呀？跑到这避了，峡谷没了呀。好恶心，对面这野斧还在一起的，怎么办？从我后面出来怎么玩啊？好恶心！就差这几十块，我又卖不了。最烦这种情况，送塔吗？没理解，为什么塔不打他呀？我去，太恶心了！就硬送，送死刘赛恩，感觉我这把也要出破剑者。又有大招了，
操，我顶不住了，我被本地人拉扯。烂掉了，心已经乱了。看见这赛恩很菜的操作，我融入进去。进。玩不下去了，这一局。十五，问卷十五，嘿嘿嘿，摆了。哎，能赢好呀，来了个爹，我要踢了，我擦，昨天站了出来，养蜂人，这炮车更重要。我操，纯 A 兵啊！有变态呀，这不杀人啊，飞得好慢，没那个。上高，上高，上高，上不了了。给我杀，给我杀！一下，行不行？我来了，可以。打不过他呀，
很赚的呀。我也不知道，他只能杀你了。我要被拉扯了。啊，玩不了了，火箭者启动了，这游戏太难玩了，玩不下去了。死的挺简单的，又死一个。我操！干什么？哎呦，我想笑。海眼啊，兄弟！舒服，昨天好兄弟，呜呼！哎呀，我吃了哈，倒就没闪了。这个往后锤的判定就很傻，不实用。怎么说，先一条路带到黑，上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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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搞，这个猜不了，我直接踢，来了来了，我操我操，大宝，我切，我操，吓死我了，你是自己人。接啊接啊接啊，接不了呀，我扛不住啊，我要死了，干他干他干他，哎呀完了，操，还要我反应快，偷鸡，这人射击游戏还是练得有效果的。
打龙打龙，别过来暴露我了。队名有点厉害，死了，大宝，完了，跑不掉了 ，Q 没 Q 出来，有点可惜。小炮在挑战，喂，还行，闪浪费了，不打大龙的没，还行啊。小破一路下坡又起来还行，我操，我被咬了，好痒的，蚊子咬了我个包，来，我现在四剑他们顶不住，这一定没闪了，记了，没人啊，等人龙就没了呀，大鹏，我操，这小炮很聪明，这不把线全部带完，退退退，就是这样玩，可以拉满了。OK， 上下一起推线，再见兄弟们。哎 ，TP 没想到吧？顶住顶住，只要你们撑住我就能一波，记大哥死了，记老剧本守不住被一波，记又来一个 Y No Bad， 又是 AD， 操，真的服了，全是 AD，妈，没一个正常的，别 A 了，让我拆尾吧。拆不掉，哎呀，顶不住了，一把都赢不了啊，太恶心了，下班，耻辱下播，太菜了，游戏都黑了，我操。下播就完事，拜拜。